当我登粉丝号却意外撞车兄弟时，哦呦，这么多挂机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来，让我看看。来，让我看看。报告！别打呀，是我呀！大师兄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涛哥，那怎么就你自己呀？今天没喊人带你吗？别提了，我都快气嘎了！我今天好不容易点了三个夹子陪陪，花了我三个月的早饭钱呀，还没落地呢，就不知道被哪个傻逼给锤死了。今天我说什么也把他给找出来。对了啊，刚才他们说什么？那小子叫什么？月恶仔。就在莱城那个方向，穿的什么治愈之星，手拿 M4。我操！滚！喂。大师兄，你刚才穿的是这个衣服吗？是。对了，报告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好像看见你说的这个人。走，报告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大师兄，你确定他在这？肯定在呀，胖哥。我找人家可是专业的呀。可是咱们都围着皮城转了五圈了，连个毛都没看到啊！哎，那小子在那吗？哪呢？哎呀，那！终于找到你了，小子，还我三个月早饭钱！胖哥，冲啊！敢选你的妹子，他打他！胖哥加油，宝哥给我抱住，宝哥！他跑不掉了啊！还装啊，月恶仔！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